学到，为我自己定位，我很更了解自己是属于什么风格。所以学习过程中我又认识很多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超值得。这三天的学习当中，我收获了很多，我收获了快乐，收获了成长，看到自己越来越美，越来越漂亮。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蜕变，一起突破。在这个课程当中的同学有是没有听过的，也不懂得怎么去选择颜色这些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这课程让我受益很多。我希望在过去的回去过后呢，可以运用到整个课程里面学到的东西，来让我的这个形象是吧，吸引我周围的人，让他们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变美。